星的世界里，你依旧是我的幸运。起床了，小暖虫。嗯，你今天不是还要交稿子呢吗？起床了，快！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那你再不起床，我可走了。真走了？让你不起床，让你不起床。走。我已经在修改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会按照您的意见修改的。今天晚上可以。今天晚上我一定会改好的。月月，又偷穿我袜子了。给你。嗯。我来看看，今天我们家月月准备的什么饭啊？嚯，大餐啊，冷水煮泡面。啊？你这可厉害了啊！忘开火了。你下次能不能不要把碗放那么高？不把碗放这么高，我还能报得到你吗？你现在忙得连看我一眼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我们两个到底谁更忙？这家里连鸡蛋都没有了。这光吃泡面怎么行啊？一点营养都没有。走，带你吃大餐去。你还是带我去吃纸吧，我今天一定要把方案改好。我要是改不好，我就不姓杨。嗯，行。嗯，那这顿算我请你的。来，喂喂，张嘴，张嘴，真吃啊你！你傻不傻呀？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万一真失败了呢，我就勉为其难把我馅儿分给你。谁要跟你馅？我才不。嗯。
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？浩浩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啊？我应酬了一个通宵。再忙回个微信的时间总是有的吧？你不知道别人很担心你吗？我要出差了。我要出差了啊，走很久那种。我要走了。你发烧了？怎么样？喝点热水。你不是还要出差呢吗？快去吧，我这点小伤一天就缓过来了。可是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？我当然可以啊，快去吧，工作重要。嗯，那我争取早点回来。你要是实在严重了，一定要去医院。药我给你放这儿了，你记得要吃。什么事儿吗？我现在正在打车去机场。太好了，哎，那个活动得推迟了啊，你赶紧退票。衣服尺寸出了问题，艺人团队怒了，说衣服塞不进去，让咱们整个改好了，重新试过了再说。真的吗？啊，你说他是自己吃胖了吧？明明是按照量体的尺寸做的呀。没有没有，他最瘦了，我最喜欢他了。我回来了。你不是要出差呢吗？赶紧去赶飞机去。不用出差了，工作延迟，所以老天爷也可怜你，让我留下来照顾你。你不出差了？那哎，你怎么了？太需要你照顾一下了，我现在好难受啊。你都不知道，昨天我喝了一晚上的酒。你不难受谁难受啊？大晚上的喝大酒。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得应酬啊。那么多客户，喝了吐，吐了又喝。我现在胃好难受啊。能不能帮我煮一碗粥啊？还想让我帮你煮粥啊？药也不喝。那，把药喝了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
我现在手烧的都举不起来了。怎么了？烫。手上一点劲儿都没有，哎，没人能帮我揉一下。这里吗？背在左边。彻夜不归还不报备啊？我错了，你原谅我还不行吗？我向你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你要是再生气的话，我可就更难受了。嗯，你这只臭猴子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那几只臭猴子现在有点冷，能不能给它加床被子啊？有你这个人工小暖炉，顶好几床被子呢，这样我就不冷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都没什么时间陪你。你还知道啊，我们都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待过一整天了。你说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情侣是不是都这样啊？工作一忙起来就没什么时间陪对方了。你的手都拿来搬砖了，哪还有手来拥抱我啊？不过我觉得也不一定，有时候幸福其实也很简单。哪有那么简单啊，时间就那么点儿，不拿出来努力工作，以后怎么给你更幸福的生活呀，不是吗？算了，还是不要想，睡觉吧，说不定梦里你还能多陪陪我。你也快睡会儿吧，等了我一晚上，肯定困死了吧。睡着了？别吵，我现在已经梦到我们俩已经去度假了。那你梦到我带你去哪儿了？海边。看见什么了？沙滩、海鸥，还有椰子树。行，那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工作，我就带你去海边旅行。真的？你可不要骗我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睡吧。
这导航怎么回事？导到这里，连个餐厅都没有。可导航显示的明明就是这儿啊。我饿了。那我能怎么办啊？我下去给你捞鱼去。去啊。行。哎，要不刚才你下去得了。我不要。干什么？我不管，我要吃饭。哎，行，我带你找餐厅去。我走不动了。那我推着你。走，向左转。向前走。不是说好了吗？不管吃什么，就算吃草也是我请你吃，我来养你。现在吃饭都请你吃，你养我。两个人的生活，有彼此的安慰和照顾，也有不经意间的摩擦和责怪。但两颗紧紧相依的心，是化解一切矛盾最甜蜜的处方。